横跨影视歌三栖的华语乐坛青春系情歌掌门人梁咏琪，出道26年，14张国语专辑，21张粤语专辑，这其中也藏着你的青春吗？希望再让你心动一次，我是梁咏琪，把时光唱给你听。Hello， 我是时光音乐人梁咏琪，我唱歌26年。今天我要为大家唱的是1998年发表的《胆小鬼》。这首歌是1998年的歌，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他们还在念书，刚刚初恋，刚刚有喜欢的男生。今天我在这里诠释这一首歌，希望大家将来想起《胆小鬼》这首歌的时候，都有这种横跨20几年的岁月在。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偏爱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哎呀哎呀哎呀，如此的对味。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哎呀哎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哎呀哎呀哎呀，我有点胆怯。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哎呀哎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城。
返归。你在你的世界笑我无所谓。谢谢。哇，欢迎梁咏琪老师。好好听啊，珊珊老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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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见面，我谢谢您坐，您坐，您坐，谢谢谢谢，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哇哇，我好开心看到你，我很开心见到你，因为几乎这首歌我去 KTV 我都一定都会唱这首歌的，特别好听，真的吗？谢谢你喜欢这一首歌，我相信《胆小鬼》这首歌对很多歌迷啊朋友来说是满载着他们心目中的某个阶段的自己的一些回忆，所以希望今天能够唱这首歌，然后跟大家重新再来创造另外一个新的回忆。好，哇，我也是第一次听原唱唱，哇，而且是在一个户外的感觉听，感觉很放松。对，而且如果我不是来这里，我就不会看到你。谢谢。因为我其实有注意你参加比赛的节目啊，真的吗？对，然后那时候啊，我看真的吗？真的，我看这小男生，然后哎，他声音好好听，好特别，印象都很深刻。谢谢。声音特别温柔，特别细腻，然后你的就真的就深深的打动了我了。谢谢老师。接下来，请梁咏琪完成00年代金曲听前奏猜歌挑战。迎接下一位时光音乐人，责任重大，琪琪老师加油。好，请听第一题。哎，我知道。But you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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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请注意我，眉飞色舞，眉飞色舞。回答错误。不是吗？正确答案是陈慧琳的《不如跳舞》。我会呀，这首歌我会。也没有包袱。我们看看，请听。恭喜回答正确。哇！真的？谢谢谢谢。哦，深如海，带我去，把它找回来。我猜到一题了，恭喜完成挑战。